乘客都在问司机啊，你会不会去到哪里哪里哪里？因为今天祝棚节大游行的关系，路线有些就封了，所以现在的这辆车呢，只有带我们到中央车站。那我没关系啊，我就是到了中央车站再转车就可以了。大游行的现场，但是呢，因为还有一些时间，所以我打算先去逛街。那逛街的影片会放在那个影片，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去看祝棚节时期的耶路撒冷的话，记得点这边。Why are you carrying a Taiwan flag？ 现在呢，已经到了祝棚节游行的现场。然后呢，没有人，觉得很奇怪，就稀疏的路人，然后还有已经封路了，偶尔有车子这样过来。现在已经快三点了，但是人呢，人呢？我觉得我的位置非常好，因为我现在屁股坐的呢，也是跟那个路人一样，在那个杆上。3:20了，游行还没开始。到目前为止，都一直只有像这样子的警车来来回回的。听到音乐了，他们正在向我们逼近当中。没有写爱啦，就是法国人为以色列的意思。对，他说他爱以色列，你看我刚刚翻对了吗？外国人，他有当地的居民。那这个呢，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，不知道他代表谁来走游行，然后他一直卡到马路，我觉得好笑。整个也太大了，哎呦，叶子掉下来。他到底想表达他是谁？太好笑了。哦，这好美哦。Yeah.
贵族很会跳哎。Samba。你们没有看过我之前介绍耶路撒冷夜市影片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有出现的。是十戒，巴西的基督徒吧？哦 ，ICJ 来了 ，ICJ。
EJ 加拿大。我喜欢三亚。妹妹。果然还是要靠巴西在撑。在 Singapore? Oh, Singapore! Oh, hey! Bye! Korea! 韩国的来了。Malaysia? Philippines? This is Malaysia? This one. Malaysia. Oh. California. America. Yeah. 不知道是想推广什么。超大的。游行队伍直接先绕过他们继续走了。哎呀。这也是夜市的时候就出现了白人。哇，跟公主一样，不知道会不会撞到树。Hak Samea. Wow.
是他后面的，他后面，他一直挡我镜头。你看，你看，好壮啊！啊！你太帅了吧！我刚刚被他们两个挡镜头。埃及。就会出现一些不知道如何解释的东西。哦，Estonia， 爱沙尼亚。Hey， how are you? How's it going? How are you? Good to see you. Yeah. 南非的，哇。
Netherlands. Oh, Poland. Oh, die nächste. Germany. Langsamer. Wow. Hold this. My picture. It's a picture of me.
克。来了一个森林精灵呢。No, the flight, airplane. How many hours? 15 hours. Oh, that's not too bad. Really? Bolivia! Thank you! 得到了。玻利维亚，我应该去玻利维亚。I know! 时不时就会有一些这个东西来拖延游行队伍的速度。太夸张了！都拿到了很多的国旗，时不时就会有这种大型的东西来影响游行队伍的速度。太大了啦，大蛋糕 ，Happy Birthday！ 哇，哇，我卡住了。好像大蛋糕完后就没有游行了，那好像是最后一个，可是它应该不是压轴吧？结果呢，刚才蛋糕真的是最后，那今天的祝鹏姐游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的心得是，就是很嗨，然后拿到了很多东西。然后我是发现啊，如果是像这种比较有宗教性或宗教目的的犹太人，基本上他就会转送给他认为是基督徒的人，所以我就又多收了一些额外的礼物。然后国旗的话，他们都是很乐于接收的。那这就是今年祝鹏姐的一个游行的状况。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来的话，我觉得不管是参加游行的队伍，还是站在旁边一起欢呼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。所以，如果有来的话，不要错过了哦。拜拜。